要四十要多久啊？烦哦。为战斗做好准备，英雄们。我们来挫挫他们的锐气。可以试试经验加成，还蛮赚的。我有吃啊，我才刚买而已，我应该早点买的，干。开战倒数还有十秒，五、四、三、二、一，战斗开始。随便。感觉你要。动手吧。你的死期到了。死了。救到了。我走了。对，我刚晃神，我以为我是泽拉。抱歉。为我的怒气指引方向。我忘开麦克风干。没问题。八七，最好赶快掌握治疗活权。哇，我找到了，这样推掉了。哦，凶！你讲话最好小心点。为我的怒气指引方向。各位英雄，收集贡品。下路。就能获得。维拉没血。OK。敌人指引方向。怎么回事？有英雄退出战斗了。有英雄退出战斗了。怎么知道？刚我听到声音啊！哎，听到是的。他们谁退出了？我不知道，刚有听到那个声音。气到中里是？气到中里。哎，中路可以哦。这真呐、啊。卡牛头，卡牛头。为我的怒气指引方向。就应该快好。听到。选择天赋。噔噔噔噔。要是想获得我的祝福，你们最好动作快一点。开机，动手吧。好、哦，先杀他。我会击溃你。啊，没事。你有何贵干？
我在走，有点远。小心啊，你们人少。为我的怒气指引，从后面夹不知道来不来及。这样行。冰刀、oh, ，nice， 滴滴滴滴。就，极限极限。干！我一定要进去杀他。我吃，我吃，我回去吃。好。为我的怒气指引方向。葛雷夫打盖伦。会飞的感觉，即将出现。获得我的青睐了，各位英雄，你们的敌人倒霉了。只等他们大，呜呼，白痴是坦吗？那么坦。我只是很会吸血而已。连杀开始，选择听我。我变得更强大。没人可以阻挡我。为我的怒气指引方向。牛，美味的。别挡路。跳舞啦！神啦，这角色各种搓。
过不去。妈，你男是无敌是不是啊？我们像一个叫叫，超猛的。谁能获得我的青睐？看阿兔真的是猛哎、欸！你讲话。笑三桥了，没有，我觉得很搞笑这画面。你看哦，啊，你在农副本是不是啊？在农副装是不是？我给你一打三哦。毒他沙根。感觉他们在吃网。好像有机会啊，帮你看他们工程伤害啊，哦，一直跳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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大死好三打五，哎，打打我的怒火永不停息，可以，我现在超超痛，不行了，哦，我要死了。不用怕不用怕，我快来了我快来了，没有准备打不上楼，啊，我错了，你逼我是不是啊？让他们付出。我一开两招，快有大了，再有吸下血。不行，我好饿，我等一下一定要去吃，要喝豆浆，我爆了。这样，要一直 boss 超费。
哇，这真的是副本王哎、欸！我的怒火永不停息。他会吃我们的吗？应该没有。没有。为我的怒气指引方向。感觉可以蹲呢、欸，他们会来。真是惨不忍睹。来喽。这个贡品。石头，石头有大、啊，离他远一点。石头，石头会唱歌、哦。没问题。他唱到一个。去追，拿我拿贡。那些冲塔，我冲塔。你们获得了我的青睐，各位英雄，让你们的敌人尝尝我的怒火。不然我们点这个吗？那底比尔了。谁底比尔说？开盾墙了，我要变大只。还有盾墙三小，盾墙75%哎、欸，反弹，75%减伤。无敌是吧？我。抱歉。摧毁要塞，你的连杀终止，诅咒结束了。看下次是谁会获得我的青睐。一顿全灭。我每次在转的时候，我都有一种我是三国关羽的感觉，还可以卡人。获胜。哦，2000枚金币，解锁所有天赋，送啦！真假？